然后给你加十。Hello， 大家，我是雷哥，我们继续玩《反击狼人杀》动物局啊，动物九人局。那这边不一样啊，有狼人。房主，你游戏开始，请确认身份。哎，我不想做狼哎。哟，我居然是小兔兔啊，好可怜，可怜的小兔兔，大白眼。点黑，请闭眼。企鹅，请睁眼。企鹅第一天不动的，这个是比较真实的啊。狼人，你们今晚的技能状态是？你们要袭击的是谁？这个节奏会快一点，比十二人的快一点。熊，熊咆哮，就是他左右有狼。熊基本上好像每天都会咆哮吧，那是搞笑啊！还没玩了几局下来，还没有遇到熊不咆哮的。熊不咆哮的，要么是被冰了，要么是他身边都是好人。哎呀，这局还真是被我猜中，是被我说到了。昨晚被诽谤，这第一晚诽谤的都是没什么效果啊。哎，难道狼被冻住了吗？啊，这边一号啊，就是一头熊啊，熊的力量好吧？啊，后面直接啊，有跳熊的啊，直接飙狼的好吧？啊，就这么凉啊，啊，酒精水啊，过了啊。什么鬼？二酒精水。八号身上那坨屎，笑死我了！哎，让我笑一会儿，让我笑一会儿。什么鬼？明明我三号才是熊，二十四斤水啊！你一号，我让你穿衣服，你要是脱的话就好了，不脱你就是黑狼啊！过来。哎呀，我的天！是啊，花金水我能信吗啊？我都有点不信啊。不过有一点我能确定啊，屎没在我头上，那你三号肯定不是乌鸦啊。就这样啊，那后面继续跳啊，后面的可以继续跳熊的啊，随便多少熊都可以啊，全我们九遍都金水都可以。反正我也不知道什么，我现在是兔子啊，我不跳群了，我就兔子啊，你们后面怎么跳随便看。现在就有两头群吧，一三啊，我们看得上啊。现在一三也没有，狼也没刀人了，然后是企鹅冻住狼了，看一下下一轮吧。好的，六头说话，谁呀？你怎么演的？主要叫熊，真高，我的好像过了。你也跳熊。七号发言啊，我对八号这个被人诽谤了，我特别不满意啊。那只乌鸦我怀疑是这个二号，哎，因为这个二号一直在说那个八号这个头上那块屎，让我笑一笑。啊，八号就是你二号干的吧？我听出来了，反正是啊，这个一三两头熊嘛，我觉得今天怎么出也出不到他俩身上了。明天就是企鹅熊，企鹅再动他俩其中一个吧，他俩都不要出。这七号好像那个八号生气，过来。哎，来好，这边走吧，我先发言啊。七号玩非常搞笑，我突然，乌鸦是一开始乱捣乱的。你这个说话我非常难听，对不对？什么叫一坨屎？不是，诽谤就叫诽谤，你一坨屎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天哪，我刚进来就给我来个诽谤，对不对？非常的尴尬，对不对？你跳牌这个发言，我感觉跳牌不像一张乌鸦牌，对不对？那你乌鸦，我告诉你，我是一张好人牌，对不对？你根本都不要往我头上，对不对？来个诽谤，对不对？我操！那这样吧，这把全部弃票，我头上有个诽谤，我单票挂七，完事你们全部都不要投票，行吗？因为我底牌是一张好人身份牌，我不想出局，可以吧？归票的话，一三，我不知道怎么归啊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归他，反正二号牌是张好人身份牌，对不对？我就怀疑是你二号牌给我拉，来了腿吗？讨厌，讨厌，这玩意儿个讨厌。我这边说一下，七八两个，你没必要就一直要问二号到底是不是
到底在八号图上？这为什么要叫死？这谁设计的？为什么设置一坨这个？这边一三是肯定要，投一个的。哎，我这边是不是回票位啊？我个人感觉吧，一号他给了我二号那个九号金水嘛，然后三号那个位置很尴尬，而且也怎么说呢，只能说这个发言的顺序对这三号比较不利吧。但我这把我还是票三号吧。这把我还是票三号。开始投票。这个让他票耶、yeah? 三八票一票一九票三八号怎么票一还聊什么啊，这把我死了啊，他这匹黑啊，这匹黑熊啊，这匹黑熊啊就可以啊，就可以还回完，还可以啊，明天他再带走一个啊，这么好的血亏好吧，这把出他啊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聊好吧，反正这边啊，三号一个和我对跳的黑熊啊，这么聊，什么鬼？三号发言啊，三号不是黑熊，三号是真的熊，我才不要四号当一个黑熊呢。然后这边你九号牌对吧？乔治那边知道一号牌对吧？要来给你个金水，你看我给四号金水，四号都不占边我，谁占边我呀？没人占边我呀，我三号。我这黑熊当的好尴尬呀，这个很尴尬啊！我今天就要处理那条漩涡的投票票，一样黑熊把我崩了，但是我们还起了还能玩啊，过了。开始投票。票一了，票一个怎么办？一号死亡。这么多的票一。这边我虽然聊得很不好啊，但是啊，这边啊，我不知道你八号什么情况啊。你说要弄个七号啊，投七号啊，聊一个饼啊，搞一个什么两轮空投啊，不知道啊。然后你就把票上给我了，我就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了。但凡我是一匹熊啊，但凡我是一个黑狼，我不用跟你们聊了啊，直接带走三号就行了啊。这边我就是一头熊走了啊，那么是吧？啊，我觉得你啊，如果你。企鹅啊，你直接可以动三了，好吧？好，就这么聊啊。三号一匹黑狼啊，点黑，一匹黑狼。企鹅，请睁眼，你要冰冻的是谁？企鹅可以动三号的话，那企鹅第二天应该可以跳了吧？狼人，你们今晚的技能状态是？三和九，三和九这两个要记住啊。哎，他这可以标蓝打。我可以标个蓝色啊。乌鸦，你今晚的技能状态是？先标吧。你要诽谤的是谁？先标着看一下吧啊！如果说一号是蓝，那九号就是蓝；如果九号不是，是吧？三号是熊。看今晚有没有什么情况，没有情况就不标了。反正熊三他的对面都是好人呀，没有诽谤。九号死亡。哎，我刚想标蓝打，他居然是死了，这就尴尬了。连好这边多包我家饭，就是我死该，一般你该死啊？为什么？我都喝过了这把残酷功夫，非常有。当上网牌，我当时我那边。我当时挂张一号、七号牌，之后就报小华车在聊，哎，就是当着你，都不会，你刚九牌，啊，你刚，啊，你刚九号牌毫无发言，就哦，不拿三号牌，那我挂张一号，啊，我还不拿三号牌，三号牌出啊过，乌鸦没在我做拉，不是你乌鸦没诽谤我，对不对？这个好就是这个。我体格性良好的时候，也需要吐，也没有什么毛病。我说一下，
我第一天呢诽谤了一次这个八号，第二天实在下不去手了啊，就没有。这么快跳啊？是这个一号是只狼啊，我觉得一号是只狼的，但是这个九号又死了。就是不管一号是那个熊还是三号是熊，这个二号都是一张好人，对吗？我想那个五号和八号就很尴尬了。我是只乌鸦啊，我为什么第一天就强把乌鸦的衣服穿给这个二号？因为我就想让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牌的人穿我这个乌鸦的衣服，这样的话他不就是可以刀死了吗？就可以刀这个别人嘛，替我挡一刀嘛。这个九号在末之位还在那掰票，但是他死了我就不聊他了，我是只乌鸦牌啊。过了，过了吧。今天出谁？我觉得这个五八里出吧，我信三是九。五八？第二个发言我不知道怎么说。不过九号死了，说明，我怎么说？我也没什么好聊的。你们要是实在不相信我，你们可以骗我，我现在没什么线索，跟着你们走，说不出什么道理。我就是一只兔兔啊。为什么七号要说票我五号呢？五八是吧？票五八。这今天反正熊还是没咆哮，那就反正还是二四。这个九号死了，那狼人会自刀吗？狼本来就很少是吧？这种情况下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弄了。三号，我看一下三号怎么说吧。如果三号说的不好，这把我就票三嘛，是吧？哎，有没有企鹅要跳？企鹅我也不知道，昨晚也没有，昨晚是杀人了，企鹅没动人嘛。昨天一号不是说动三号吗？如果说动了三号，但是又死了，那可能有三号就是熊吧。那也不知道企鹅有没有动人。那我跟你谈啊，动不了三号啊。因为第一天动了三号，所以说第二天是动不了他三号，所以说第一天我是要硬飘他三号了啊。但是我帮他狼人玩啊，我帮狼人玩啊，我第四匹狼啊，所以说我昨天随便动了一个啊，因为第一天动了三号，所以说第二天我动不了三号了啊，我随便动了，然后我知道了一个精髓啊。这把神怪把嘴删了，不是我不爱你啊啊！你带我了啊！小孩呀，你这样聊就不对了呀！你对吧？你跳一个企鹅，你说今天中了我三号，第二天你一进去你给我发，你给我发狼是怎么排的，对吧？你这样节奏那是不做好的呀。但是怎么说呢？因为我是真的熊啊，在我的精神，这说话有点狡猾。飘三，二号是企鹅还是乌鸦呢？你们自己明。然后二号双金水怼遍全场，然后这把就归票归你三号身上。啊，归你三号身上。开始投票。乌鸦、企鹅都跳出来了，是吧？两个好人死了，三头六。你们这些好人鱼啊，我上了这么好的身份，你们还不信我呢？一二九是好人的话，四号就不知道是什么鬼了。四号，我现在很纠结，我要带谁？好纠结呢，我想在这张二号牌。四号刚才说是企鹅。好纠结啊，我跟你讲啊，纠结惨了。十三号果然是个黑狼王，好狡猾。
二号被黑狼王带走。二号应该是砍推的吧？四号刚才不是都是？哈哈哈！你带错了，你带错了，笑死我了。点黑，请闭眼。现在还有两匹狼。你要冰冻的是谁？六号吧。六号和八号。狼人，你们七八是吧？六七八。你们要袭击的是谁？哎呀，六七八里面肯定有。六七八里面绝对有狼，六七八，啊，七是跳乌鸦吧？那就六和八。那我要是被刀死了，不就输了吗？因为已经死了一个九号的兔子，二号也是兔子，他们今天肯定会杀我。六八肯定要杀我，杀我就赢了。死亡。哎呀，四号不是说企鹅吗？四号不是说是企鹅吗？企鹅的话，它怎么没有动到人呢？应该来说是在六八吧。七号是说是乌鸦对吧？如果六八是双狼，那我们不就输了吗？随便搞一个就输了。嗯，这把反正就票六或八吧，反正这两个如果是双狼，基本就输了。你票我，那我还会用五号呢。那你就我在这里是个好人牌，我可以看得到。那我觉得五号你有问题，现在开始强制带队了呀。五号，哎，对吧？开始强制带队了，你这个是不是憋不住了？五号，六号的确是吧。七号发言，七号也不是什么乌鸦，我跟你们说，我是一只高贵的狼人，我跟你说，就坐在台面上跟你们打。我跟你讲，这五号，你把这个八号给我刀了，八号是乌鸦，五号把八号刀了，我一会儿就会自爆，如果不自爆的话，六和八就会投我的，那我还是会出去头上多一跳，我会自爆。我跟你讲，我就七号就是一只高贵的狼人，爆。什么鬼？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先。输了，双狼的这身份肯定输了。要高贵的狼。嗯。狼人，你们今晚的技能状态是？你们要。操！我刚才居然上当了。第一晚跳错了。票一号票错了。你今晚的技能状态是？你要诽谤的是谁？黑狼王第一轮给他黑死了。等我反应过来，基本来不及了。诽谤我干嘛？你九号怎么死了？这九号玩的好水啊！九号铁蛋面一号，他第一晚动得我呀，他不死谁死啊？啊，好痛苦哟！企鹅是九号啊！啊，我受不了了。六号也是一高贵的狼人。就算把药投入去了，没事嘛，你没必要那么铁蛋面瘫。就算他很不重要，你很重要的。啊，对呀，我死了，那个黑狼王还不也要和我一起陪葬吗？那就死了嘛，死了下一把头三嘛。我们最后还把八号忽悠了一下。八号竟然还投我。七号太坏了，被人家八号。四号准备开了。我昨天就想刀他，但是这个六号不让我刀他。三号，我告诉你，你准备吃刀吧你啊，收到了，你准备吃刀吧你。
开飞了，开飞了。游戏开始，请确认身份。再来一句，再来一句啊。嗯。哎呦，我是乌鸦。天黑，请闭眼。这回我不敢扔他。嗯，扔八号，继续扔八号。第一轮都是扔八号，谁叫他刚才乌鸦？乌鸦，你今晚的技能状态是？你要诽谤的是谁？哎，靠！我被动了，哪个家伙动我？这个很尴尬，动我干嘛？要是这个男人不行动是吧？等下会这个企鹅肯定会怀疑到我头上。企鹅怎么想的要动我？我还想扔坨屎在八号身上，真投降啊！黑熊咆哮，哎呦，熊可以跳出来喽！哎呦喂！三号死亡。咦？不要是企鹅了吗？你们好血腥，好暴力哟、哦！我给你们讲哦，我也不给谁丢水的啊，这边好多人怎么了？兔兔一个啊，不是那什么神奇蛋，你失望了啊！我这边要去看一看我的农药，今天都忘了跟他过了啊，你们加油啊！农药，王者农药，这里面很多人都有玩王者农药啊。知道我是好人了啊！熊跳吧！你怎么知道我一号是一匹熊的啊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们熊啊，你们男人还刀三号啊？想侮辱我们啊？我说买了，我说刀三啊，你们还真刀三，臭不要脸，好吧？我这边就是三熊，你又跳熊啊？后面啊，有谁跟我对跳的啊？直接不要拦着，好吧？要信我呀，要信我呀！啊，二号，你是因为你自己是狼人，然后你看到你边上咆哮了，你慌了，你就可以确定一号就是这个熊了，然后你慌了，然后你就污蔑我这个九号这个好人身份了。我九号这边，我直接说了吧，我九号这边我是一张兔兔牌，你如果这把你们再把我票出去，也就等于死了两个兔了，他妈就是兔兔局了。你们要想清楚，这把我肯定我是票二的，二铁狼一个，他连那个熊他要那个跳他都提前预知，我只能说佩服佩服。哎，好，这边到我八号玩家发言，八号玩家这边是全场唯一的一头熊啊，全场唯一的一头熊，对不对？然后的话，我昨天晚上咆哮的话，你七九里边开一张狼人牌，你九号牌发言在我眼里其实挺做好的。所以你这张一号牌、七号牌是两张双狼牌，对，昨天晚上多张三号牌，对不对？肯定是你张七号牌干的，没有任何的毛病，不需要解释，对不对？然后的话，这把怎么出？九号牌的发言在我这其实挺做好的，这把出七完事之后，你那个企鹅把这张一号牌给动了，对，每天平安夜再把这张一号牌给出了，行吧？过。哎，你八号的玩家让我非常不满意，凭什么三号死了就是我七号干的？我跟你讲，七号这把虽然不是高贵的狼人，但是也是个有身份的人，好吗？我是一张好人，所以如果我信你是张熊牌的话，我要出九号，好吗？我是一张好人牌，但是我有身份，这个身份一会儿明天你们就知道了。我现在我不想说，好吗？要我说的话晚上就错过了。今天我会出这张九，好吗？这个一号的发言，我觉得一九好像可能两狼。这个一号，我先不说了啊，反正这个八号我。很看不上你这一点的，好吗？七号这边明天就给你个教训，好吗？虽然这把我不是高贵的老人，过。什么情况？还过？我听你们这把说话说得很懵啊！我现在没有任何信息，你们两个对跳我都不认，这把我会轻飘的过。
又弃票啊。现在一和八对跳熊人，那个不知道相信谁，好像那就是279里面有一只狼了，我也不知道什么了，看情况吧，看后面怎么说。二号说话有的时候听不清楚啊，九号的话上次刚才把他投死了，一号连续两人都能做到熊了吗？这个你看情况，看后面怎么表达吧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说。也不是没有那个可能啊，你不要跟我谈什么可能啊，五号啊，对吧？出谁？出九号啊，出九号晚上，企鹅给我把这个八号给我冻死啊！今天全票给我出九，好人不要分票啊，全票出九，然后好人，然后企鹅今天晚上把八号冻住，如果还能杀人啊，明天直接推一啊，推一，开始投票。哎呀，他这么说的话，九号又要死了。嗯，屌死了。九号死亡。哎，这九号好可怜，连续被票死两次。一九投二，哎。已经很明显了，那个二四八应该就是，不出意外，二四八应该有两个狼坑嘛，应该就两个狼坑，然后这把，兔兔躲好了。已经死两个图了。减肥，请闭眼。哎呀，被四号忽悠了。二四，如果说一都投二是吧？乌鸦，你今晚的技能状态是？你要诽谤的是谁？哎，终于可以诽谤了。一、二、二四，那我诽谤二号吧。八号我也不知道相信不相信啊，反正今晚肯定还要咆哮一次，然后一和八号肯定要死一个，人一坨死在二号上了。嘎叽，但现在什么鬼？二号昨晚被诽谤。而他都不杀人了，搞事情。哎，那就是冻住了八号是吧？冻住了八号。我请解释，然后解释一下我为什么知道一号是熊，我不是知道一号是熊，因为我的发言顺序第一刚开始是从三发言的，然后是轮到我二，然后二发言之后是轮到一嘛，然后我说如果一是熊的话，那九号在我这边肯定是张定狼牌，然后昨天晚上应该是冰的八号吧，跟刚才说冰八号，然后八号这边没有昨晚熊跑下了，所以八号那边不是一只熊，然后一号这边是熊，然后这把票八，然后其实我觉得企鹅跳不跳无所谓，也不用跳。跳吧，就剩一个企鹅了，不就剩一个兔兔了。我还以为我是归车位呢啊，一号你给我好好鼓掌啊。然后这个盘啊，为什么我要让企鹅动这个八号呢啊？就盘他一和八两个熊对吧，九号就是一张公共狼啊，九号就是一张公共狼的牌，然后我刚才听八的发言，他直接认下九号这张好人，然后得了这张七号牌啊，对我这里非常不做好啊，所以说我说出九号这张牌晚上去动八号这张牌，然后再给你盘动八号这张牌，但凡是个平安夜狼没有咆哮，如果是个平安夜狼没有咆哮，我就信你八号是个熊，因为你会冻住了，你技能失效，因为你旁边有一号，一号旁边有八号，就看企鹅了。因为你一号旁边有八号，八号旁边有一号，但凡你没有被冻住，你肯定是要咆哮的啊！如果冻你八号没有咆哮，那我相信你八号是个熊牌，但是冻你八号，熊咆哮了，所以说你八号做不成一张熊牌啊！一号是。真正的熊啊，这把是企鹅，你就不用跳出来啊，全票出发啊，
那我相信你爸肯定是会带着你的啊，我看的没问题啊，全票出发。这我也不清的情况，好像应该是票八吧。如果是企鹅真的是中的八号啊，不知道企鹅有没有听四号的，是真的中的八号。如果是真的中八号，那我们可以直接全票票八就好了。那企鹅如果跳出来就怕八号，现在就剩一只兔了嘛，是吧？如果说不知道，我刚才给九号弄懵了，九号自己说是兔子，我也不知道九号是狼还是是兔，应该是按照四号的逻辑来说应该是狼啊。八九是狼的话，那应该兔子还有两只吧，那应该还安全啊，那就直接票八吧。照我说话了，那肯定就是票八，说明前面是那么果断，说明前面应该有企鹅，直接说了，咱们就跟着直接票八过。我的天哪，我是一只企鹅牌好吗？上局我就说了，我是张有身份的牌，哎，所以这个八号如果要出我的话，我直接弄死他！我这个九号绝对是一只狼狗的，第一天狼咆哮了，第一天熊咆哮了，所以说九号是一个狼，第二天熊也咆哮了，八号是那只熊，一号是狼好吗？我的天，我动的是一，他没有发动技能，我是相信八号是熊的，所以我没动八，懂吗？我昨天就说了我是张有身份的牌，今天全票出一号，我七号是那只企鹅好吗？前面肯定是有狼人带队要票这个八了。我是那只企鹅，今天全票出一好吗？不，咦，又剧情大反转。哎，好，这边到八玩家发言，我昨天晚上咆哮了呀，对，我没有发现我的技能被冻住了，对不对？说明这张啊企鹅动了，不是我这张八号牌，前对你让四号牌盘逻辑，我是暂时不去管。你这张五号牌非常搞笑，对不对？四号牌盘逻辑，你八号牌可能是狼人牌，对不对？这把说法没毛病。那我就问你，你怎么知道动了是张八号牌，对不对？你这张五号牌明显是跟风了一张牌，对不对？你跟风牌拿了几张好人牌吗？没有任何的毛病，对不对？啊，这张假如说这张七号牌是对，七号牌就是一张企鹅牌，对不对？那场上现在还有两张，一号牌是跟我，八号牌全场唯一真熊，真熊，真的熊。啊，加个十，对，因为我底牌是一张熊，这把出错的话，出错就输了，对，没有任何的毛病啊。呵呵，然后的话，我给你看逻辑，咱们逻辑啊，这张九号牌是一张狼人牌走的，你张一号牌是一张铁狼定狼，对不对？啊，一张狼牌，五号打完了，最后一张狼牌出来哪？昨天晚上的话是一七，然后又咆哮了，对不对？又咆哮是命张一号牌，这张铁狼牌。然后的话，你四号牌盘逻辑，我暂时不去管你，但是我希望你张四号牌能站回来，这个队你能站回来行吧？我这边八号牌确实是张熊牌，我怕我说话语速太快了，你们听不懂。我说话慢的话，哎，我相信你还不行，你不要怼我。然后的话，你五号牌在我这不做好，对，一号牌出了之后，明天应该是二七吧。还是七六，反正我也不太明白，对，反正昨天晚上是让一七的，让排队啊，是吧？没毛病，全票都是让一号牌。哎，我跟你厂的好人直接这样的对话，你不需要听让一号牌做什么解释了，一号牌就是让电狼坑的一张牌，明白我的意思吧？行不？聊得很好，我不知道你刚聊的什么，一号牌出七二，你怎么聊的啊？我一号是啊。刚好啊，在你那边我是一匹狼走了，问你这出击啊，七是张企鹅，你跟我聊这啊，那我七号啊，七号你根本做不成一张企鹅牌，好吧，我这边就是一匹真熊，那么你七八就是两狼啊，我第一轮为什么啊，或者不想投这个九狼，我觉得啊，狼跟我悍将啊，把九号打成一张公共狼牌啊，哎，所以说我想投这张二啊，但是你们把九投了啊。啊，这把啊，可以啊，直接把八出的啊，然后我今晚再冰碗七啊，又是一个平安夜啊，然后啊再拼碗啊，我们好第一天的拼人好吧，就这么聊啊，过了，开始投票，跳一把，一号八号，如果七号是企鹅，没人跳企鹅，那就直接跳。幺二六是吧？幺二六，六号应该是蓝了。哎呀，好闷啊！然后这边到我八号玩家这边啊，全。
全场为正手，我看一下票型，对不对？五七八是上票给我张一号牌，然后呢1126是上票给我张八号牌，对不对？来好啊，来好啊！你张二号牌，首先你张二号牌是一张开天眼的牌，首先信一张六号小玩家，对不对？给我来四张加卡，没有任何的毛病，所以我就要给你好的，因为我底牌是一张好人士牌，对吧？有点懵啊，这个节奏挺快的啊，现在要多学习学，看看他们怎么坑的。等一下，刚刚妈叫我，对，然后的话，对不对？你这样，我要是拦，我还跳不出来这种节奏哎。我们都是一些地野玩家啊，娱乐玩家在这里看着他们怎么撸啊。哎，怎么不说话了？兄弟，给你那么多加斯卡，你就不说话？开玩笑呢？是我卡了吗？哎，我妈让我睡觉。哎呀，我真的是熊。他不假字了啊，不讲话了啊，真熊。六号我能认好了，哎，我都投五号了，投一号了，你还不认我？一二。一下子变得不说话，一二六，首先开眼，然后冲票，然后你怎么说？然后你怎么说？还有30秒，让你花，让你打字。四号牌，那一个还要再怀疑我五号牌？我都是听四号的啊。想一下啊，那刚才还有一只狼在哪里死了呀？三号是怎么死的呀？哦，这边啊，我聊一下啊，八号你这把跟帮我出吧，我认一张好人牌了吗？我想一下，四号说我，哎，对啊，他八号啊聊的时候根本没有啊，根本直接把九号是一张好人牌了啊，说九号换眼好啊，然后啊要出气啊，但凡啊就这么聊，但凡我一号是一张盲人牌啊，我出你这张二号牌是干什么？不用，我要出你二号牌干什么？七号已经说的是动了一号是吧？四号你弃票，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啊，那我懂了啊。反正这把啊，猪八啊，再冰完啊，再冰冻一下气啊，那这把啊，好人就已经赢了，好吧？开始投票，投一吧。没有人挑起了，就投一，就这么任性。一号死亡。手机26。没什么好聊的啊，那你四号啊，应该是张狼牌了，我还以为你是张企鹅啊，一张企鹅你要啊，你不想要啊，这张黑狼带走你吗？那么一号你是张狼啊，那把这把好人已经可以交牌了啊，天黑请闭眼。哎呀，我又被七号给带走了呀，四号。只要没有人跳企鹅，乌鸦，你今晚的技能状态是？你要诽谤的是谁？都说一二是双狼，哎，随便诽吧，没打字就诽一个。我昨晚已经诽谤过二号，不能再同时诽谤一个。天亮了，
那就是四号咯。那二号不是啊？我昨天动的谁啊？你自己知道啊？真不聊了啊，跳吧。昨天熊没咆哮是吧？那七号应该不是企鹅吧？我看到以为是七号是企鹅，相信七号，然后直接投了一号。那这回就票八吧，那就七八两蓝。上面的四号跟五号，你们俩真让我失望啊！我跳企鹅，我来说了，第一晚上我知道谁是那个乌鸦，他扑了我头上一坨屎，我知道，我不跟他互怼，因为第一晚上我就动的是乌鸦，所以我知道谁是乌鸦。七号他跳我的身份，我当时就想了，之后呢，我给八号加了四张加时卡，我一想看他好好的表演。你们要是不相信我的话，这局我们先把八打掉。如果不打的话，下局我接着动八，动八就再动七，动七再动八，来回动，反正我是死不掉的，对吧？要是大家相信我，今天晚上把八打掉，之后明天晚上，他明天晚上，然后我就，或者今天晚上我们把七打掉，之后明天晚上我动八，就这么简单，把动打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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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相信我，我是企鹅。你是六号是一张企鹅牌。那我七号是什么牌？我七号是一张尊贵的黑狼王牌，好吗？又是黑狼王。出谁？我跟你们说，出这个六号的同时，我使这个五号这只乌鸦做的特别好，好吗？帮我们狼人多了一票，我们三狼都在啊。二号不要打倒钩了，直接票六，好吗？我这只尊贵的黑狼王牌要票六过。我操！这你是？怎么票七？你告诉我怎么票七啊？六号牌怎么票七？你告诉我啊！来好，这个二号牌你不要给我打倒钩啊！不要打倒钩，对不对？啊，我跟你们这样聊，第一天我倒上刀张七号牌，对不对？然后为什么没刀呢？他是张黑狼王牌，我不敢刀啊，对吧？不敢刀。然后这把刀张六号牌没有毛病啊。嗯，来行，你给我加十。那以后你玩游戏的话，完事咱俩加个好友，就还有张六号牌。然后的话加个好友，加个好友，忽悠了我操！被两个男人带走了。之后的话就是我一到我怀里你就给我加十，一到我怀里你就给我加十，行不行？没毛病。哎呦，这局打真懵。啊，这把出六啊，过了。玩快一点好吧，玩快一点，刚三了，行吗？过。哎，不是，你这给我加十，我又害怕浪费。虽然说不是我自己的吧，但是我又害怕浪费。操，行过了，行过了，过了，过了。居然没死一只蓝。我都要笑哭了，六号，你得好好感谢一下你头，你头上那坨屎。哎呦我的天！啊，笑哭了，笑哭了。这算不？然后八号那边说，不是。不行不行，还是投票。哎呀，没好玩了，弃票弃票，输了输了，再投。六号死亡。五号，我对你很失望，真的是。哎，这回还弃票，哎，算了，输了就输了嘛，没事了。啊，还有呢，八号说什么砸的金币什么就要发那叫加值卡吗？我没事，我金币多，还有四千多，我话慢慢讲。点黑金币。哎，这乌鸦当的也是醉了，乱扔乱拉乱拉。哎，我被七号给带懵了。乌鸦，你今晚的技能。
拉了七号虫上去，哎，气死了！第一晚动我五号，我真是郁闷，我想在八号拉一坨。什么鬼，你们还玩这个套路？还要不要这样玩？还要自刀再带走？四号被黑狼王带走，狼人胜利。哎，我这乌鸦单的真是哎呀，我能会过吗？我一个土，我能会过。大家听我说啊，这一局怪四号五号，本来玩七号的是四号跟五号，我听他们俩说的好斩钉截铁。我跟死了。要去吧。我看你六号再给八号的，你六号给八号加时卡，我就看得出来你是在怀疑他。但是一号你最后发言，哎呀，你能多说点吗？啊，不还能说什么？啊，他一直都知道的。